活动还没打，你们看我打一下吧。吃早餐，十一点你吃早餐，打午餐吗？啊，我用错角色了。三四五六八九。我吃早餐了吗？正在吃咖喱饭。打错章了。队友。来张七万吧。好嘞，换来张九万吧。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不是，我有昨天有一哎、欸，我昨天早上打的时候有一场是完全没有保牌啊。今天播到几点？可以下午吧，可以开个四小时之类的吧。我断线了，还拍你。哇哦！客气啦。哦、oh, ，我这几天都有拍下我。我场上有五六张宝牌吧。早安。好扯哦！
我本来想说打活动开直播是不是会让你们气死还怎样的感觉啊、哦、好像还好哎、欸。5622。我现在其实眼睛还没有张开啦，刚刚出门寄东西。小雨早啊。我昨天关台就去睡了，早上10点多起床。好腰啊！你看，完全没保牌啊！是不是刚刚也有讲，我有几场是完全都没保牌的啊？带个4-5条吧。星辰安安。赤羽我也玩过了啊，我就说他胡牌胡得很莫名其妙啊，明明觉得很大的牌，结果还是只有1000点啊，然后随便做的牌都有8000-9000点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赤羽就很莫名其妙、啊。不要讲理论上啦，你有时候，哎、欸，我讲真的哦、喔，你不要常常在我的台出一张嘴哦、喔。那个天天，什么？我靠腰啊！好啦，不要了。有听到吗？那个 Marco， 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有时候你不用在我的台证明你多强多厉害，可以吗？其实我知道你啊，你真的很强很厉害啦，啊又怎样啊，今天打牌的是我啊。不利子哎、欸！啊，你不是说你知道，你还在那讲一大堆，哇，我天，好啦，你可能好心教人家啦，珍惜安安。
七。下个星期有直播吗？我几乎每天都有直播，好吗？你有看轻松高？你是问直播什么？直播这一款应该就没有了。你看，通知，只有一张红宝牌而已。自动和聊。奇怪，你看起来不像是新观众啊，怎么会问这种白痴问题？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32,000，再让我玩到满分吧。日麻信件有拿到吗？什么信件？什么信件？这个、哦、拿过啦、啊。昨天关台后就有人叫我去拿。换角色。这个好又好哎、欸。就是还比较好听。我去打友人，你要你说你要帮我打这个、哦，来一次嘛？我还在吃东西啊。很多人平时没在跟，啊，所以嘞，啊，所以嘞。对吧、啊？可以再抽两张哦。我想跟晴儿妹子玩嘛，不行啊。有罗摩鼠，我怀疑我昨天，但不是啊，啊，我也是要解任务咩？不然就是啊，有紫色东西就好了啊。你紫色东西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，拿紫色东西去喂角色，然后知道之后就觉得很后悔。他在暗示我什么？等一下七桶就来咯。对啊，有紫色礼物还抱怨，多少人想要紫色礼物没有啊？你们在那边炫耀抽到紫。抽到紫色没抽到角色的我都变掉了，痛痛变掉。请知足好吗？
七。紫色通常是结婚用的角色啦，所以能的话，紫色留下来。然后我喜欢的角色都吃一样的紫色道具，很酷哦。然后有些角色会特别喜欢某样东西，我觉得六筒很恐怖欸，那个筒子很恐怖欸，反正打错了。新活动的分数要怎么拿？打活动任务啊，你点开活动这边最右下角那边又有个什么赐予之战啊，然后还有宝牌狂热啊，就选其中一个拿进去玩，就这样。然后可是玩这个模式会有入场券，对吧？就是要付钱才能进场。那很危险啊。哇，酷欸。你不是跟我讲说你，欸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哦，
你不要炫耀你有多少东西，有多厉害，不是每个人都很有钱好吗？我再最后声明一次哦，如果你在我这边再次炫耀任何东西的话，我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久了。我想说，好啦，没关系啊，就让你打一打一些字什么之类的。可是我发现不行，你再这样打下去的话，观众没气死我都被你气死。啊，我只是好心跟观众说，你进去要有收入场券那个入场费用。啊，你回我130块干嘛？又不是你要玩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有发现你常常回答别人的问题，你都是回答你自己的事情。对啊，活动没有不算段位，只会扣钱或加钱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可以的话，走到第二名就好了，第二名。最多扣四千，再加你入场券1000块啊，所以总共是5000，不是吗？还是已经包含1000块在里面了？稳赚不赔吗？啊，如果一直输怎么办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拼例子？你手上有一大堆宝牌，你不赶快吃赶快碰的话，不是很浪费吗？啊，我是因为只有2张宝牌啊，而且明明就很顺，为什么要吃碰？有送80000多，送80000哦？你是说，达到多少分数会送钱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这个也没有多强的牌啊。今天有礼物，我领过啦、啊。哦，你说今天送的东西哦，哦白痴哦。我想说，刚刚不是在聊活动的东西吗？那你也要是你翻得到啊，你翻不到还不是粒子一发而已啊，不就我平时在玩的模式。
紫金安安，哦哟，有我有看到，感谢紫金的超级留言。而且，哦，不好养。对啊，觉得手上有三张宝牌，就赶快吃碰糊掉就好了。最近没啥时间跟台，没事，辛苦了。最近不是大家一堆考试，一堆什么东西要用。你们很辛苦啊。所以今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想说，好啦，今天不要剪片好了。今天休息不剪片，但是礼拜日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放什么？放假了还是放榜？哦，放榜。干一样的哎、欸，先扫一张。看到我在颤抖的手收了吗？没看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来个五七万吧。对，会吃的哦。吃了之后，打三万。他们很干啊，是张北风耶、欸。
ビーチ。ビーチにゃ。哦。チ。好吧，让我睡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家里隔月要搬家，看不到台，没事，可以看记录档。哎，说到记录档，我前天的记录档传到现在还没上传好。就是小鱼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要那个？”那一部没有上传到，还没上传好。就很奇怪啊，他一直显示说，正在处理什么之类中啊。说偷操作也不是不可能啦，我好像有一部有唱歌，哪一部啊？我没有播歌，我只唱歌而已，而且昨天唱歌是昨天的事，前天没唱歌啊，而且我每天都有在唱歌啊，你看完全没保牌。敏感话题没有啦，就蛮长时间，蛮长时候都会这样传特别久啊。有什么敏感话题？提到吃冰块、喝冰水、敏感性牙齿。你在哼什么啦，小朋友？普通四人懂，我也觉得是欸。喜欢香菜吗？花泽香菜可以，普通香菜不行。
リーチです。リーチ。你这张好惨。红雅安，有多少十连哦？有六次吧？不不不，不止哦。你就想嘛，欸，差不多啊，六次七次吧。刚刚为什么不讲话？啊，我在想哦，怎么讲话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我讲话，你就给我钱，我就是说感谢你的超级留言，可以吗？有回答到你吗？我记得聊天室是可以把 Nightbot 关掉的，不然这个显示好吵。你的游戏叫什么？你是不是上次也问过了？雀魂麻将，我记得你上次有问过。对啊，因为我在跟小鱼讲啊，他用这个方法的话，是把聊天室原封不动贴上来，然后有个方法是可要去后台，不是后台，另外一个程式，把那个机器人设定关掉。是啊，你跟我的才跟这么久了，也不久哦。好啦，没事啊，如果没问过的话我道歉。这叫雀魂麻将哦。就这么讲一句话一美金，因为30块啊，30块是超级留言啊，啊不是一美，差不多一美金吗？场上好多条子，筒子吧，我筒子比条子多哎，他们都扣着一大堆丸子，差不多啦，反正。这哥没人要做什么大牌，つの。不该自摸的哦，不然可以连装的。天下無雙にゃ。好啦，这个我关台后再来，我再来打，还有5000。
好，有人喽，创建，一样，规则，想过的让给没玩过的，不能一般例子之外。好。好，记得了嘛，赤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小猫嘛，不会玩，我忘记是谁了。哎呀，好多人要记哦。不然他应该有个东西可以设定说没有连装这个选项，有吗？哦，赤影改名字哦，白痴哦。哦、不会玩是你哦，好好好 ，AXORE 不会玩，不会玩，对啊，又不像你们年轻，借东西可以比较多，年纪越大记忆力越弱，不记你也行啊，啊就玩久了就是会记啊，啊有时候也是说你们可以在聊天室打个字说你们是谁吗？啊！我的眼睛突然好痛。然后就吃下去了。眼药水没用啊，眼药水。啊，你不是把声音关掉了啊？不是说在练团？下去的瞬间想到不能打一般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我干嘛要吃啊。我现在只能断腰两宝牌了，啊，没别的活路了，连领上都不能领。没有一番啊，两番啊，三番啊，来再来干我要的。等上家丢七万，为什么要丢七万？不用丢七万啊，四五六呢，怎么会七？没了。没什么东西，哦，你没得杠了哦，白痴哦，懂意思了。有一番怎么办？惩罚。就要么超级留言啊，要么就是拍去路边大喊。看你碰什么番，你就去喊那个番，只有一番。一排发只有一番，这样子。
没有，就看他是和什么番啊，比如他刚刚是只有发而已，我就一排发，只有一番，要在马路上，然后露营，然后传给我，然后就传到精华上面说，这就是跟我玩麻将不守规矩的惩罚。我在繁星台合了一番，只有一排发，这样子也可以啊。一次玩几局，那就看他连装几局啊。那你觉得抖内蛮好，对不对？整天说我爱钱，还要你们去路边大喊也不要，那是不是最后还是屈服于钱的淫威之下？喊这个很羞耻，不会啊？我觉得怎么讲，不要去吵到别人。你那种大马路不会吵到别人，那么喊还 OK。你不要深夜然后在十字路口大喊，那才叫扰民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把网址念出来，你说 www.yo.yo.youtuber 什么鬼东西的、這個、哦哦对啊，怕没有，怕一番的话，你就立子就好了。宁愿斗内低势的子弟。好要啊，哦，这个位置要换。感谢珍惜爸爸给了100万。跟你讲，繁星台的币值是1:100，1:1万。碰碰湖没问题，有两番啊。对啊，可是就会不小心，你要知道哦。有时候你碰到后面不一定你碰得到哦。我刚刚讲啊，碰碰湖最简单啊。啊，就有人在那边讲说碰碰湖超难碰的，我说哪会啊？如果抖外币会怎么检视？一样啊，什么外币？我们这边刚刚那个显示是绿对了，绿界跟欧富宝。那、啊、如果你要抖那个的话，超级留言，好像外币抖就只能超级留言吧。同客也很简单呐、啊，同客哎、欸，我这辈子好像还没合过同客哎、欸。上次可以合的小鱼扣在手上合不到，等一下哦，三色同颗零，第几？哈喽西明，小鱼仿佛在想说爽啦，啊什么？你不要那么懂我嘛，对不对？小鱼是在偷讲话，我都闻到了。嗯，红客跟大三元差不多难，对啊。你要同样的东西、欸、也还好啦，同客比大三元简单呢、啊，因为毕竟你的牌多样性比较多、啊。
本です。你差一点才能改昵称。你是要改什么名字啊？你是要雀魂里面的名字，还是 YT 的？我有大三元过吗？好像没有、欸。哦，一次而已哦。按我的试案课，我三次试案课都没有改到，不啦，没有改到名字啊，我是没有糊到。对，我看一下今天的美金汇率哈，不是汇率啦，币值。七。我们买麦当当了，好，路上小心。不下的咖喱饭。靠边呐！
你在斯卡巴继续睡？对啊，我其实很想再回去睡。如果再睡下去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醒。我要睡到下午醒来，这样一天就睡了12个小时以上。可是又想跟我玩雀魂，你可以在梦里跟我玩啊，对不对？三八。做梦吧你！哎，什么？会自摸气，没有，我不想，我就是不想要局限太多啊。这个我每天都在讲，讲到有点烦。就是，有时候就算你立直了，你也糊不了。你懂吗？你立直了还是会写作翻幅这样子啊。啊，我不想要就是有时候玩个牌玩到头很痛啊。啊，只是随便让你就是你断腰搭个保一保牌也可以啊。对啊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啊，我讲到头痛是事实。每天大概都是讲两次吧，开台会讲一次，所以如果我开两次台就会讲两次。八百？没有。我点用机器人吧。哎，然后指令打什么？二番斧。哇，感觉会自摸哎、欸，我汗都流出来了。可惜什么？哦，你说领上吗？一样的牌，来，这也要精华吗？反正就出一张嘴嘛。啊，好，我就说啊，这一场预定我会又自摸，然后没自摸就不用剪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很多算命都这样啊。我之前是看那个一堆啊，就是那个名嘴的节目嘛，就请来四个算命师什么之类的。他们就预测那个总统大选有的没的啊，结果他们就预测，哦，当时是那个马英九跟蔡英文吧，然后就一大堆人就是说预测什么蔡英文就是当选率什么70%几什么，开始讲一大堆哦，结果当选之后，
是马英九当选。有那些名嘴在找那些算命师出来说，对我说70%几，但是还是有30%几的那个什么几率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不会当选的那个几率嘛。然后就有人说，因为少算到说什么马英九的老婆有旺夫运这个几率没有算进去，开始就噼啪又讲一大堆。我说，哇哦，好会说、哦。那如果你看这一次，如果前就。上一次的总统大选，那个蔡英文中的话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神预测，给一大堆垃圾话。”对啊，我说：“哦，最喜欢就是看那种打脸的。”所以那些，你看又自摸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感谢 A 什么忘记了 A X O R A 怎么念啊？然后小猫哥刺影，感谢，房子应该要坏了吧？每次在那边感谢完之后回去大厅没人了，然后你们就说。应该是坏了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，咖喱饭真的，如果干干的吃，真的好难吃哦、喔。好了，换掉了。来，我们玩个刺激岛吧，刺宝牌。都会更刺激呀、啊。嗯，还有什么？没了。35464啊，怎么34567？哇靠！你真的抢进来了哎、欸，抢完就去睡喽。等你装扮。结果彩鸟没进来、欸，你不是都跟彩鸟一起进来的吗？一次点数8000吗？你在单位啊？哦，没有手牵手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偷渡客，你怎么抢进来了？我想到你不是还在，你不是还在隔离吗？
我是觉得这只角色有毒哎、欸，这只角色让我的第一场都很还都很还蛮好看的。你没踢想说应该没事吧，我忘了啊。你们在布什么，你说替我感到可惜吗？不会啦。你说这个的表情符号吗？就其实只要不要太偷懒都觉得还不错。没有啦，你也知道，我只是嘴嘴而已，真的要踢也踢不下手，要玩就玩，只是会被我嘴而已。怎么差一张啊？精华素材不用啊，断腰九真的捡到不太想捡。我断腰九啊，白痴哦、喔，国士无双啊，断腰九有什么好捡的啊？羞耻，哈哈，母哈哈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带自己牌进来玩啊？所以黑暗游戏不算数哦、喔，算啊，当然算啊，我还在看他什么时候给我啊。你什么时候要寄影片过来啊？进，你要用这个口音一模一样的在那边喊哦、喔。断腰九没人想看，有啊，怎么会没人想看？一万六的断腰九，哎。啊。繁星台的精华姐，精华姐姐，Ridge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啊，三万二的断腰要怎么凑啊？是清一色吗？除了19的清一色，然后碰碰壶还是二杯口？清一色靠宝，这十二宝牌哦，白痴哦。啊 ，nothing， no， 那没听就没听，讲那么多、哦，西敏哦，你话很多哎，我讲话很快。他杠了你的宝牌，你的牌，你的宝牌。
二杯口怎么会是古意？我从没玩过古意啊！你看，二杯口，哎、欸，我的二杯口怎么没有？是有吗？所以我那天在做梦哦，我的清一色二杯口是假的吗？有啊，我有看过断腰异蛮啊，我有看过啊。我最近就很喜欢看那些雀魂剪辑精华。活动场吗？有人，我是玩有人场啊。三码数据吗？我不是三码吧？等一下哦、喔。三码吗？三码很少在玩啊。你看，二杯零啊，就很少在玩三码哦、喔。你说古意哦？没有啊，都零啊。リーチ。我知道啊，段位更不可能和好嘛。我还捡过精华哎、欸！我知道啊，不是啦，刚在聊二杯口的东西啦。我就说我之前我的精华有二杯口啊，可是奈何还清一色二杯口不是吗？棒棒。门清自摸53次。抢杠零次，岭上开花三次，怎么可能那么少？哎、欸，这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岭上开花，怎么可能那么少？你们相信吗？他是不是骗人？还是说修罗不算？修罗不算的话嘛，不可能啊！我就只有修罗那之前的那几天才有在玩国士无双啊。嗯、对不对？就我国士无双都在修罗左右的时候在玩的啊。自一色也是在修罗场玩的啊。不同伺服器没有啦。
修罗在活动，是哦。看一下哦，哎呦喂！那你不会听这么小鸡鸡的吧？国士无双两次，小士洗一次，感觉不是啊。哦，怎么？什么中文版？到底什么是中文版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中文版？你难道看到这些字不像是中文版的字吗？不可能不同伺服器啊！不同伺服器的话，那观众要怎么连进来？你看，嘎嘎，你辛辛苦苦抢进来，只是个侍卫，你不觉得在梦里做梦比较开心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好啦，嘎嘎，感谢你啦！哎，你又来了。有着大鸡鸡的御姐进来。怎么有人段位互通？段位在这，有人在这，哪有互通？门清十二次，五十三次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快点解释给我听。哇，走之前还不忘放闪呢！哇，这个人好下线。我要去叫宝贝起床。哎呦，哎呦，昨天老菊也说跟彩鸟还有那个谁洛星玩，就他们两个都是真的是陪打，那就是彩鸟跟洛星在厮杀这样。得不到牌还不放闪，怎么可以？你这也太暴富了吧！你会发现你加不到我好友，我也没有想加你好友啊。一大堆人加我好友，我也没有加回去啊，在想啥嘞？想不到去做事。先挂台，好，子靖，拜拜，感谢你哦。啊，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我现场直播，你们是要怎样？你现在开台啊？你开台开视讯啊，我去看台。啊，烦躁、哦嗯！怎么哭啊？你没穿衣服。
哎、欸，你自己在那边提说现场直播的，那边就在那边什么的啦，那边哭啊，没穿衣服。你抽到八个八，不是八个八木，六个八木哦，六八四十八，四十八木哎。对啊，等一下他和什么？哦，东跟东哦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回放我回放，这是不是要惩罚的？我看一下哦。他刚和什么？赶快跟我讲一下，我刚没看清楚，我刚被嘎嘎那个白痴的言论给带走了。哦，中还真的中东，好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不用处罚，不用处罚、啊，很想处罚哦。很想处罚人哦。你哪里八七？就白痴啊，自己想，然后自己怎么讲？哦，我肚子好饿哦，然后嘞，啊，总吃东西啊，可是我在减肥。白痴，我结婚，谁结婚了？哦，你说你跟八木啊？嗯，我是有跟朋友现场直播过啦，还好你们这个困扰没有，我们的困扰就是想吃东西但没有钱，这个困扰你总有了吧。菜鸟制裁他，你的困扰是不能回台湾。你赶快回来！斗内给喜欢的 YT 带没钱啊、哦，这个我也很困扰哎、欸。三六九。还很惨哎、欸，老实讲，他找我出去玩，我搞不好不会呢、欸。我就说哈，好远哦、喔，然后他们就来淡水找我玩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就说哈，淡水好多人哦、喔。我报复社会，嗯，说好的六福村哦，干你先来台湾再说好不好，那出一张嘴，说好的六福村呢，说好的回台湾呢，你做到了吗？
林阿妈嘞，感谢你是感谢超级留言。哎、欸，你的字怎么念？我真的不会念呢。哈基哦，哈啊，前面是怎么念？嗯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你做不到，对啊，你做不到，你还是跟我哭。雷姆哦，哦哦哦哦，哦，雷是 L E 不是 L A 哦 ，L A 什么？拉姆，拉姆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感谢雷姆超级留言，可以十抽抽屁呀、啊，不用抽了啦，这次抽到这个就好了。我不想看到字魔进我的宿舍里面，好吗？我很怕。试案课一向听。没事，你还是一位。你还是哦，你是网易哦，白痴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记得了，好吗？下次再喊错的话，再原谅我一次。啊，感谢网易。哦，对，神母生日快乐。喊错就小鸡鸡，你哭哦！被击飞的不是击飞啊，四位的没有资格讲话好吗？你叫醒他了没啦？你只要回答我叫醒或没叫醒就好了，不要回答说什么他正在抱我啊，正在我的腿上什么之类的，这种话不用回答，只要回答我叫醒了没就好了，可以吗？他在赖床，好。这只是我要的资讯而已，其余多的不需要。我感受到。他们好像不是很想做大牌的感觉、欸、你们这样想吗？我觉得他们没有很想要做大牌、欸、只想要碰碰胡两番三番的带过，就只有菜鸟想要做四番以上的东西。有啦，黑暗剑士刚刚有啦，可是你怎么堕落了？你怎么就这样子要碰个长风加一宝牌而已？两番够了啦，不是我要的用意不是要你们钻漏洞好吗？我只是怕说有人在做大牌被人家用断掉而已。我的用意是这个，不是让你们想要两番带过而已。牌太烂没得做，听门清啊。今天有三个寿星，有哪三个啊？老居安，你比较喜欢平路。所以你喜欢小男生吗？欸，我问个问题哦。我是不是算是陪打、啊？我还在2500哎、欸，完全没我的事哎、欸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是大鸟鸟吧。以后请叫她大鸟姐姐。感谢大鸟姐姐，感谢黑暗骑士、暗黑骑士，还有个是谁？什么 R U 哦 ？R U W O W O O。
两万五啦。你现在是怎样？挑我鱼病就不要再给我，你就不要再让我挑到你的鱼病哦。在那边给鬼给拐。嗯嘿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大鸟姐姐，拜拜。一二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啊，你为什么挑我语病？我们是朋友吗？你好意思说吗？那边给鬼给拐。你总是哄我，看一下歌词。你总是哄我，说永远不分手，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。终于我看透没退路的角落，不闪躲。你并不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找个歌词回来，怎么那么大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你同性恋平路控马尾控呢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没事没事，每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。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来大一点，玩起来，玩起来！干，这没有人打、欸。哦，对，昨天私下还有一场，就是我又杠了东风，然后又杠到了北，一样我又是东风四宝牌。干！羊猫，你要留了吗？你要留了。呜呼呼呼呼！为什么打这个东西它会讲话？你并不爱我，怎么会懂我？曾经我以为有你我就。ドラ三、ドラ二、バイマン。我什么点我？是你用来炫耀的玩哦哦，跳板确定哦。哦，对耶。哦，对啦，他刚帮我杠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下次团团他们有问我，我就知道了。六六，来个五条啊！我靠！李子，自己都吓到了。人家是寿星，谁是寿星？嘎嘎是寿星哦，生日快乐！嘎嘎生日快乐，好吗？然后我忘记 AX。刚刚角色叫什么名字了？飞机票吗？
不是不是，飞机票是阿鲁米。哦，火鼠哦，白痴哦，火鼠生日快乐。不知道，不会玩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再努力记一下哈。你是一月的八旗，我怎么会知道啦？哎、欸，就你最凶。哎哎哎，安布雷拉，哎啦哎啦，哎哎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。一二三哦，哎呦，究竟是一月二十三号呢，还是十二月三号呢？没有啦，我在记名字啊，看到名字就是，然后脑袋就是要自己就是转换成你们游戏的 ID。然后飞机票是阿鲁米啊，朵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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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福雷拉，雷拉，雷拉，哎，我知道你是一月啊，我说一二三的生日会有两个啊，我的意思是这个啦，安福雷拉，雷拉，哎。打零一二三这样比较好，所以是零月一百二十三天，一百二十三号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要是我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就把我早就把我掐死了。你六月九号，那有没有人最近生日的啊？白痴，今天就有了，还有没有最近要生日的或生日已经过了？2001年2月3号，哇哦，421哦，啊，你过了哎，4月4号，儿童节哦，啊，是，过应该有跟你讲生日快乐这件事情吧，还是没有？1225，那你跟蔡渣同一天生日啊？不是啊，你不用把你真正的日年份拿出来啦！哇，你年纪好小哦。七。七。七。他终于讲话了，我刚以为他怎么都还没有讲话。是你不知道我的 LINE 是哪个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其实有时候直播完会打开来，或是睡醒之后才会打开来。229的我记得有，哎，不过好像有两只吧，有那个29宝宝。对啊，我记得有啊。安布雷拉，哎啦，哇，那你差一点点。可是通常29号过生日的，也是会在28或28时候过生日啊。我以前同事有一个28、229的，还有一个228的，然后他们也都是一起过生日。这样可不可以算一个亿啊？
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感谢烤烤烤肉的新会员。下装国标马记得一种的难度是日马的三倍左右。哇哦，国标马这是什么？哦，国际标准麻将，讲屁话，不会跳舞的国标，不会跳国标舞的麻将，难怪会那么难。哎，自现在看自己的手臂有那种曲线在，感觉好害羞。其实我最近就一直加强肩膀的肌肉，就让肩膀看起来有弧度。什么东西？感谢新会员，我是不是没跟老居打居打的啦啦啦啦？嗨。你要看，拜托，我那时候照片第一个就传给你看的，你也要看。啊，如果有兴趣加入赖群或是 DC 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有没有每次在开台前给我偷订阅的啦？我有时候 OBS 还没有开或还没有关的时候，应该说我开着 OBS 去做事情，忘记关掉的时候，就会收到那个订阅通知。那也不知道是谁订阅，来不及看就不见了。啊，那些迷路的记得回家哦。你呀、啊，你是什么？你还没进群吗？DC 群的话，你要从 LINE 里面找。LINE 里面有个那个记事本有连结，是 DC 群的。每个都要跟老G打招呼吗？哇哦，老G哥，嗯，不是啊。不是一直有人叫你老G哥吗？不要点点我啦！嗯，问哦，东方，轰，轰。没赖有 DC， 哇，那这怎么办啊？有人没有赖但有 DC， 这怎么办啊？小鱼，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我、哦、靠腰哦，吓死人了！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！我怎么知道？我以为你知道啊！
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被吓到也是闪闪台的时候吧，有人玩这只屋的时候已经吓过一次了，现在又再被吓一次。哦，我的小心脏受不了了。我对啊，我等下问李黎啊。啊，所以，所以应该也没在看台了吧？不要去哪里？之后才发现，愿我是你用来炫耀的玩偶。直到后来发现，我不过是你用来炫耀的玩偶。没有啦，就是有人有 DC 但是没有赖群，要怎么办？那李黎会不会说简单啊，去办个赖啊。哇哦，李黎你好聪明哦。神社的亲戚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资讯粉专就会处理。那个再去粉专敲一下我们的秘书长。秘书长。哦，笑到眼泪掉下来。我把自己逗得好开心哦。碰屁呀！飞了吧，飞了。火鼠生日快乐，感谢碰一下牙猫火鼠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恐龙大小朋友英语，哎，没事，你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想滴个眼药水，滴眼药水，等我一下下。好了，走了哦。
换角色。你说同年同月同日生吗？你们去比大小。你要改名了，改什么？你说 YT 的名字吗？好，拜拜。改中文，你要叫王毅吗？故意选这只就是要玩这个的、啊，很可爱、欸。不然晚点我来画这只给珊珊好了。珊珊说很喜欢这个表情。吃饱回来了，嗨，大鸟姐姐。安安，有啊，跟电脑打过了、啊。我刚玩，不是刚玩呢、啊。这个那时候
玩雀魂的时候，因为他有每日任务嘛，是什么有人场，然后达成多少会给1000多块钱嘛，然后就那有3天都在偷玩那个东西，然后小鱼他们都不知道，就每天偷偷上线打个日嘛，然后每日打完就关掉。你想进来玩？挤呀！怎么办？我的饭真的有点吃不下。这场玩我站了一个5分钟、6分钟吧，我要把东西收一收。吃的东西收一收。本です。你太胖了，不是啊？你要想，可能是里面的人太胖了啊。他们搞不好把你卡在外面，你进不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想自己胖。你要想，可能有人比你更胖。不是我为什么要胖？哎呀，没意义了啦。你不是还有断腰吗？不是啊，断腰又怎样？断腰只有一番呢。除非拿到红色的5条吧。谁？他唬我吗？算哦。到时候自己去喊嘛，我就现在喊给你们听啊。其实还好，赢东四局了，哎，会快吗？红宝有调过啊，4张，现在是4个红宝牌。我想说。多一张宝牌机会嘛，就比较不会那么难玩。直到后来发现，我不过是你用来炫耀的玩偶。那等一下要不要玩一个？就是大家都要断腰都要断腰，但是要2番以上这样子，字牌通通扔光。你在想要怎么进来？进来哪里？你是说 DC 吗？你先私讯那个啦，先私讯粉专，再帮你用。
你说这只真的也画得很好，难怪闪闪会这么尬。楽しみ，这是结婚超好看，不就是结婚送秋千不是吗？楽しみ。我就很少看小鱼在玩表情啊，干哭啊！好，我站了一下哦。安东西尼。啊，我播个广告，等一下。播广告啊！房间应该会坏掉啦，所以我等一下重开。我重开。欸，结果还是进得来哦。早安，早安。噔噔噔噔。各的表情。
顶发更新吗？哇，那你真的牺牲蛮大的哎。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ポン。ポン。チ。终于下班了，辛苦了。你再按一次刚刚那个。都没看到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哦，下班然后换我上班了，哇，你们就是交接嘛，对不对？早知道不退出了，不是啊，你不退出的话，搞不好大家也进不来了。那等一下让你进来嘛。你看你这么牺牲，应该等一下让你进来，其他先别抢。哇，原来打两小时了、喔，怪不得打哈欠。没有啊，只是想睡觉而已，单纯想睡觉。你又飞了，你怎么了？两点半上班，哇，有一种疲惫感呐、啊。我掏掏掏。还有一小时。对耶，打这张也不好。
没有啦，没有断腰啦。要吗？要开始玩断腰吗？那我要改规则了。哦，改一下规则。他们有听到吗？算了，别改，会怕了哈。断腰二番以上，你就看满满的字牌在上面，看到没有字牌就知道他想搞打死，想干打死，他想活啊。下一场吧，拜托不要嘛，好了。然后每个流局满贯，哎呦，不是不可能哦。没有啊。哦，对耶，不能国士无双。国士无双被断了。好吗？如果能国你就国好不好？有本事你国啊，这样子。一满或断腰吗？我看一下一满有什么。哦，都是这种的哦。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クロさん。ポン。好酷哦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ポン。吓到我了，刚太快了吧？欸，你是抽到这只之后才改名字的吗？
婚后。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，你是网易哦、喔？啊你是网易吗？我想说你怎么在帮他回答，还想到说对呢，你刚刚说要改名字。怎么办？我有点撑不住哎，顶多到两点吧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不是啊，就是不知道睡下去我几点起床啊，所以我今天才会精神不太好，没办法剪片啊。毕竟这三天加起来也睡不到十小时吧。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十个闹钟，我想我起来就把闹钟通通先关掉，再回去睡了。我说没什么重要的事。好啦，感谢网易、嘉轩、真母。哦，好。对呢，我现在可以玩《中格离山》了。哦，雅雅。不是雅雅，是雅雅吗？忘记了，叫雅雅吗？对，灰猫靠腰哦、喔。你们进太快，我还有忘记了啊！我要离开了哦、喔，对不起，忘记这件事了。洞可离山。
你用这只真的没赢过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昨天开始就很衰吗？你衰到今天早上吗？离开，可是离开，你看这三个人抢进来，我离开，他们怎么想？好，如果让其中两个人进来，那其中一个人是不是觉得心里不平衡，很不满意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吗？你先别回答说离开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有想过？你知道房间也不好抢啊，抢进来，结果我离开，他们会怎么想？啊，回答我啊。灰猫在啊，灰猫有打字啊。对，黑猫 ID 你先讲一下吧，还是就叫灰猫？好烦哦，三张三张，两张两张。干嘛麻将的啊？三六九。不是啦，你的名字啦，不是你的那个号码，角色名字啦。不叫灰猫，好。搞我吗？布沃斯信谁在看？我跟小秘书。我通常是小秘书，我现在
比较少在看。他粉专就改成改版之后，用的头也很痛啊。粉专那时候界面一改掉，就整个头超痛的。你又结婚了？你又跟谁结了？会长吗？ロンです。リーチ、ドラ、ドラニ、ドラさん、ハネマン。阿木哦，哎呦，下次可以看到荡秋千了。对的，感谢网易的超级留言。对不起，真的有点困了，不过还好啦，还是可以玩。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个眼托，发现可以拼国字的呆子。嗨，呆子，还是看到你是。你是打到什么时候发现说可以国师？送个礼单，就只有这个字改最多啊，还是觉得很好笑啊。很久没跟他，没很久没用他啦。之前国师无双都是用他在玩啊。咚咚咚！你又出去了，你去哪了？那你吃完了哦。买冰棒，那边很热吗？李黎传送了图片，关台以后，我去粉专看个笑话好了。切换个人账号。G です。听说有好笑的东西，看一下。
剩下二十分钟了，还是等下小右跟灰猫进来玩，这样好像也不好。啊，时间好短暂啊！你快听。你不是说吐我抢到房那个啊？是谁？谁谁谁谁？对不起，抱歉。讲话啊！ロンです。チュンドラドラ。有动四级我才进通话，抱歉啦。该弄粉砖的东西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突然变第二了。好啦，灰猫，哦，有人他进来了。咪酷，好啦，这可能是最后一场喽，开到两点，反正睡醒晚上有体力再开。啊，三个翻都是宝牌是怎样？不行哦。我每次看台都在日麻，日麻才有人看啊，拜托，之前玩其他游戏，玩卡，光是魔力宝贝好了，有谁在看台？没有啊。在搞赖哦，辛苦你了。谢谢小佑。会干到日夜颠倒嘛？就看看对方怎么做啊。就拼一点的话，也是有日夜颠倒的啊。这样我也可以不用日夜颠倒啊，但很难。有时候不是因为工作，有时候是因为莫名其妙的压力。
有时候就是想太多才会日夜颠倒。哎，干不对，出事啊！白痴哦，不对，没有出事啊，我庄家啦，靠腰啊！忘了啦，就是这样很呛哦。你就知道我现在多累了吧？妈，小鸡鸡！哎，你，我过水给你的机会，你竟然拿出小鸡鸡的牌！灰猫啊，灰猫，你这样不行啊！请用抖内功能解锁小鸡鸡，不是吧？请用抖内功能封住我的嘴。怎么？没有啊，没看规则吗？他要么就是拍去马路上大喊的羞耻影片。哎、欸，干这样好像不对，好像霸凌哦、喔。你知道不是学生都会那个吗？拍人家的什么羞耻照片拿来当那个威胁别人的东西啊？你看，我刚刚稍早不是说一排八只有一番哦？看，干嘛？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哦！被制裁了，不，这一点点制裁算得了什么？这不是报应，对吧、啊？如果连装的话，1800、1800，哎，这钱还会更多哎、欸。我跟你讲哦、喔，你放枪给我的不算是抖内，就想用这种东西搪塞我，没有用哦、喔。哇、wow、哦！他怎么可爱啊？那除了羞耻影片，另外一个方案是什么？还没说完。没有啊，他们就说，不然就给钱啊。他们讲的哦、喔，不是我讲的哦、喔，三张了。感觉讲羞耻影片也不好啊，感觉好奇怪哦、喔，做什么惩罚一样。
看回放厘清状况中，没有啦，就是靠边呐、啊，就是说他，我刚刚以为我不是庄家，然后我刚以为我只有那个什么，只有就是长风一番而已，然后就过水给他，他就。就复制他九千，不是他九十九千啊，他只有一排发而已。不小心点了自动合牌，你怎么敢点啊？你怎么敢点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上次我们的一个大干妈，也不是上次啊，就昨天一个大干妈，他就说他自己都算错了。这样一直讲，你会不会心情不好啊？还是不要讲好了。早安，早安。念你是你一代宗师，你致敬吗？那不是什么《倚天屠龙记》吗？有有，抖内要抖多少啊？干嘛讲？我要讲什么？就看施主的造化吗？就看我们的缘分。栗子です。你看，你栗子就不用怕了啦，栗子一般，鸡鸡再小，我也是觉得很大。他要听另外一张，嘎嘎嘎嘎！自宫是什么？是切鸡鸡呀？打算超级流行形式，这会不会以后变成一个趋势啊？
你也很会打呢。你要想清楚呢。哎呦，你想得很清楚，我懂了。哇、wow、哦！你们想散了吗？放枪！放枪！美金兑换。感谢十三月夜咪咕跟灰猫。好啦，就到这边啦，赶快离开。还有神智进来。啊，就到这啦，感谢，我们晚一点再来玩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感谢网易的超级留言，就这样啦。好，灰猫，如果你要超级留言，晚点再抄吧，先休息了，就这样啦，拜拜，休息休息。啊。没事啊，晚一点抢过的不会再抢了，不能再抢了，不能再抢。好，小月拜拜，加油加油。